看你了，好好看，好看你。你在拍那个爆炸画面的时候紧张吗？心情如何？是不是很怕被报道？没有，我就想象到了周润发、梁朝伟、黄旭熙啊，好，还有黄旭熙、乾坤啊，乾坤在后面，在后面，乾坤，我就想到了他们，所以我就没有害怕。勇敢的睁开着眼睛往前走，就好像我一样那么勇敢。对，你一样很勇敢，就像我一样，一直在背后撑着你，给你勇敢。背后的男人，对，就是我。